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大家好，我是彩虹，欢迎收看彩虹解说三国杀本星期视频。好的，那么本期视频的话啊，彩虹还是给大家啊带来日常的更新啊。那我们开始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一把录像。好，第一把的话我们是五号位的大反贼啊。主攻选择的是我们的非主流主攻张宝啊。按照道理来说啊，他的回合外是比较脆的，应该很容易一波推的啊。好，那么我们主视角玩家五号位反贼选择是诸葛恪啊。在这个位置其实选诸葛恪其实不是特别的好啊，因为你毕竟是个原主位啊，你的选将框里一是诸葛恪，二是成功，三是虞姬啊。那么虞姬的话你可以不考虑，但是如果是我在这个位置选反贼的话，我应该是选择成功啊。因为毕竟一，你在这个位置上的成功啊是无论是进攻还是包养啊都是可圈可点的啊。好，那么这边的话二号位的庞统啊选择乐不自如去乐黄盖。那么一般情况下你以标黄盖的这个身份出标黄盖的这个武将进行登场的话，那就是非反即内了，是不是？你自己一波苦完啊，舒服完之后的话，应该就自己就结束了啊。那么我们看一下黄盖这边到底是怎么操作啊？一个铁索连环连了庞统和张宝啊。那么这边的话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一个反贼。但是，说实话啊，我看见标黄盖是我的队友啊，我其实是比较虚的，因为毕竟虽然说你只能。虽然说你这一轮的这个贡献可能会比较大一点，但是你如果作为细水长流型的武将的话，我是不喜欢这样子的武将的啊。那么这边的话黄盖直接顶掉白银狮子，再挂上南蛮入侵挂上藤甲继续苦肉啊。这张南蛮入侵很有可能是他刚刚苦肉上来的啊，然后命系元氏一心向北啊，攻速热量。这边的话好像骑射也是没有动，然后赵云的话，末号位的赵云的话在这边的话其实忠诚属性是比较高的啊，包括这个七号位的宇宙啊。那么再加上庞统这边啊，有这个内的这个属性啊，再加上黄盖这边的话，起手跳的就是一个反贼的身份啊，所以说这边的话，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反贼方的这个将面是比较素的啊，真的是比较素啊，一个小诸葛啊，一个贺齐啊，再加上一个黄盖啊，黄盖它的作用应该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好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好的，那这一波苦肉下去的话应该就是没有了啊，或者说就算是有的话啊，也其实也做不了多大贡献了啊。好，那么这边的话我们其实倒是可以挂一个闪电来搏一下，因为像这种局面的话其实啊其实也是已经没有的打了，或者说就算能打的话啊，这个你一个诸葛恪啊，远位的诸葛恪肯定是发挥不了多大作用的。你说如果在这个位置你刚刚选一个成功的话啊，那你的作用就非常大了啊。你这边的话很明显诸葛亮这边应该就是反贼，或者说对于场上身份比较看武将啊能够表明身份的，或者说能够看清身份的选成功啊，绝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行为啊。那我看一下贺齐这边的话，直接一个麒麟弓，然后把张宝的马给打掉了。那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话，巨兽挂上补丁刀，一口九杀下去的话，贺齐直接足了啊。但是我们这边奥才一个桃子啊，问题也不是特别大。那么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话，赵云啊，好，赵云啊，果然不出我们所料啊，末号位的巨兽和赵云是比较偏忠诚的啊。那这样子的话，贺齐挨了两刀菊花刀，那肯定是在劫难逃了啊。这个不死的话，肯定都捞不回来了啊，你。刚刚那个桃子已经是排队白送一个了，那你不可能让排队白送两个桃子啊。好，那么这边的话赵云老死不是没有老死啊，赵云巨兽庞统啊是三个里面两中一内，然后剩下一个反正就是诸葛亮啊。好，那么这边的话其实我们最后还是有机会的啊，有什么机会？我们手里有一张顺手牵羊啊，然后的话只要啊我们有一个长刀的话啊，想要去砸张宝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啊。好，那么这边的话我们就五谷丰登也不开了啊，那只有等长距离的这种情况下啊才能对张宝进行，只能是殊死性的一搏了啊。好，那么如果这边诸葛亮阵亡的话，
这个，如果诸葛亮阵亡的话，我们倒是有距离砸了。但是，沮授这边一旦如果牌收上去的话啊，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因为沮授如果牌，数量比较多的话啊，他就算质量不好的话啊，通过他的剑影能够慢慢的调整过来的啊，所以说这边的话肯定是不能让沮授摸的，然后哪怕让赵云摸啊，都不会让沮授摸。好，那么这边的话，诸葛亮啊，最终还是没有逃脱死亡的命运，那么我们这边就有距离了，那么我们只能是殊死一搏啊，这个全力攻城，延退则斩，直接二一啊，三张牌啊，如果砸不死那也没办法了啊。砸不死也没有办法啊！好，那么我们这一把的话，这个噼里啪啦开局啊，打的其实也是比较窝囊啊。其实当，选将这边的话啊，我个人选择选成功会比较好一点。你如果是作为贴主位的啊，比如说像庞统那个位置、诸葛亮那个位置，你哪怕是这个我的上家刚刚是谁？上家是黄盖那个位置都比较不错啊。好，那么我们开始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二把录像啊。那么第二把的话，我们是一号位的大主攻，主视角玩家选择的是我们的曹爽啊。这说一下啊，这把的曹爽啊是这个应该是最早的那个曹爽，也就是说他这个托孤是限定级啊，所以说场上到时候啊有人死亡的时候，为什么也不要问啊说。啊，为什么场上有人死了你不发动托孤啊？我说一下啊，这个是最早的那个曹爽啊，也就是说这个托孤是限定级啊，是一个限定级的托孤啊。好，那么我们这边的话，直接一个挂上刀啊，然后直接是砍了一个贴主位的马超啊。你这边三七号位马不打马超，我还打谁啊？是不是啊？那么这边的话，我们的刘协小刘老板啊，这个以前的称号啊，这个幻金油2.0啊。这边的话刘协跳的是一个忠臣，我们是比较喜欢的，因为配合上我们的这个善专，这个善专的话是有一定的这个配合能力的啊，一旦能够打出伤害啊，那无论是冰凉村的还是乐不思蜀啊，我们都是赚的啊。好的，愿敌人发型一乱随我杀。这边的话这个马超倒是没有来打我们啊，对我们的忠臣倒是痛下杀手啊，这个打的刘协是比较疼的啊。好，那么这边的话王允这边的话跳的是一个忠臣的身份，这边的话跳的是一个反贼的身份，这边的话王允去打华佗，我感觉有一点点不明觉厉啊。你华佗这边选出来100%是反贼啊。那顺带也是提醒一下啊，以现在的竞争局势下啊，华佗的出现必是反贼啊。说实话当反贼我还是有一点嫌弃的啊。你哪怕选借华佗啊，我倒是不嫌弃，但是标华佗的话确实是有一点累赘啊。为什么以前华佗他的出场率高？因为以前的输出能力是有限的啊。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军争的环境是怎样，大家都明白啊。你华佗补的肯定是没有敌方输出的高的啊。所以说这边的话，华佗的出现就必定是反贼。然后我们这边的话，郭嘉啊，刚刚跳的是一个忠臣的身份，但是郭嘉又有内奸的嫌疑啊，所以说这边的话给郭嘉标一个内奸。然后莫浩威的树霸跳的是一个忠臣的身份啊，我们是比较喜欢的啊。好，这边的话树霸刚刚开万箭齐发，其实没有打死马超啊，是比较可惜。那么好在曹老板那边虽然说收了这张万箭齐发，但是我们看啊，只要马超不死啊，曹老板这张万箭齐发肯定不敢开啊。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一边的话，马超直接阵亡了啊。那么其实啊，按照场上的这个技能上来看的话啊，其实拿马超的那个铁骑不亏的啊，拿到马超的铁骑不亏的。当然马超肯定不会把铁骑给我们，因为他很有可能把马术给我们啊，所以说这边的话这个我们主视角玩家也是没有拿啊，也是没有拿。那么这边的话王允对我们发动了这个连环，但是我们没有那个啥，给他就给他吧，是不是？好，那么这边的话刘协啊估计是要在劫难逃了。我们看一下刘元素手里啊有没有桃子来
自保一下。哎，那么袁术这边一个桃子，然后刘协这边自身一口酒啊，也是成功的把自己捞回来啊。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刘协该救还是要救。你看刘协他的存在给我们抵挡了多少伤害，也就是说反贼方包括内奸，你看内奸郭嘉已经跳了啊，包括内奸现在所有的火力都打到了打在了这个刘协的身上。所以说我们这种情况下，包括像我们刚刚主角玩家在前一轮啊，也就是在第一轮啊，刘协在濒死的这种情况下，我刘主角玩家两个桃子毫不客气的去这个保给了刘协。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桃子就算不去救刘协的话啊，如果是满状态的这种情况下，肯定是要弃掉的啊。好的，那么这边的话，一个火攻啊，成功这个打路人攻，两个人，一个华佗，一个王允啊。这边的话，两个人各吃了一张乐不思蜀啊。看一下，如果刘协这边能够把王允的人头收了啊，那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好，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话，郭嘉出逃救，那么刘协这边挂上藤甲，然后爱妃世少皇恩，堪此重任，此乃皇家离间之术啊。这边的话，虽然说给了一个大点，但是很明显啊，这种情况下手里有大点就一定要出大点。那么如果没有大点的话，那也尽量要出手中点数最大的牌啊。那么当然刘协这边的话，给王允那张牌确实有点大，是张勾呢啊。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哦，曹老板这一边的话，南门入侵开的比较嗨，然后刘协这边的话，我们该救还是要救。你看这个只要捞回来，你看，哦，像郭嘉啊、曹啊这种的这种输出性伤害的锦囊啊，或者说输出性的一些牌啊，都往刘协身上砸。那么这边的话，我们肯定是保不回来了，因为手里确实是没有桃子了啊。好，那么这边的话，刘协一死啊，郭嘉又调转枪头啊，打反贼方了啊。这边的话，其实，郭嘉其实没有必要再去转过来啊，你继续盯着袁术打就行了，因为毕竟以袁术个人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啊。好，那么这边的话，我们继续一个火攻，哎啊，顺手牵羊啊。铁手连环连上去之后，然后顺手剑一，顺手剑二，没有必要火攻啊！我突然没有注意到啊，手里有酒啊，有属性杀啊，那这一刀酒属性杀下去，那就非常的舒服了啊！好，那么这边的话，应该是对曹操要发动这个偷孤了吧？这个打路人攻了啊！好，然后这边的话直接对曹操发动偷孤，拿到了奸雄啊！其实现在拿不拿奸雄都已经无所谓了啊，已经无所谓了，因为以两人之力啊，去活捉郭嘉的话其实是没什么问题的啊。好的，那么我们本期视频的话就到这边就结束了啊。那么我们啊也是说一下啊，视频的结束后方啊有彩虹的投稿邮箱啊，希望广大的玩家啊能够给彩虹踊跃的投稿。那么投稿邮箱的话就在视频的后方有字幕啊，那么也是大家像十周年新服的，或者说老服 online 的都可以啊给彩虹投稿啊。身份应变啊，军争应变啊，二 v 二的排位赛啊，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好的，那么我们就到这边就结束了啊。那么我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大家下期再见，大家拜拜。像中流